家好，我是广福国小特派记者。现在新冠病毒引起的疫情严重，不知道各位同学们知不知道正确的洗手步骤呢？哎，那边有个同学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同学，你知不知道正确的洗手步骤呢？知道啊，吃、搓、冲、捧、擦。No， 不对哦，让我来教你吧。首先，打开水龙头，把手沾湿。接着拿起肥皂搓出泡泡，开始我们的洗手七字诀：一、内，手心互相搓洗；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；二、外，手背也要仔细搓干净；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换手；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；三、颊。指缝之间确实搓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四弓，手指弓起搓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换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大，虎口包住大拇指搓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换手，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立，指尖立起来搓洗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换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七，腕，左右手腕也要搓洗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换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把泡泡冲干净。把手甩干，就完成洗手步骤咯。哦，洗手七字诀：内、外、颊、弓、大、臂、腕。我会了。大家是不是都学会了呢？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不知道各位同学们知不知道正确的洗手步骤呢？哎，那边有个小朋友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来，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的洗手七字诀。第一，对，手心互相搓洗。第二，外，手背也要仔细搓干净哦。一、二，靠！我是没有。